感受很开心啊。对，因为平时都是跟赛场才跟他们有交流嘛，这次在这个这么宽裕的场合可以跟他们见面，对，也是有另外一种感觉。好，然后今天有见到马龙和樊振东他们，有跟他们介绍香港的美食之类的，看他们对有什么感兴趣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再推荐这样。